本院委员李坤泽、林佳龙等十七人，针对交通部为降低机车、自行车与行人事故，补助地方政府示范道路彩色铺面，在不同车种车流交织机会大之处，或行人量多之地方，以不同的颜色提高专用或特定用途道路辨识度，使人车分流，有效降低交通事故。目前北二都基隆已于去年开始试办，今年扩大到台中、台南与高雄，为各县市同类道路却以不同颜色铺面画设，让民众搞不清楚，反而提升行车危险，使交通安全美意大打折扣。因此要求交通部就需就行人专用道、自行道以及机车道等不同类型道路铺面之颜色应有全国统一之规范，以免民众误闯各类专用道，以保障民众安全。是。